起火，闯红灯。银色机车明明看到红灯，却还是直直往前骑。后方巡逻员警一看到，立刻上前拦人。抽一口气。请勿请吹气，您已饮酒驾驶，请配合检查。我给你矿泉水漱口，我给你最大的方便，好不好？你配合我。许姓男子酒测值超标，却说要赶着去带妻子，一直想离开。接下来甚至开始暴走。林姐跟着。讲什么？完了！你洗边了！你讲什么？你洗边了！讲什么？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别了！许姓男子伸手掐袁静脖子，袁静连忙挣脱，用辣椒水制服他。我的眼睛啊！好，我等下叫。消防队哦。11号下午5点多，远警巡逻经过花莲中山路和建华路口，发现许姓男子酒驾又闯红灯，甚至还动手攻击警察。所幸远警机警，用辣椒水反制。之后哈，情绪激动朝我身体靠近，并以身体冲撞我，并作势出手攻击。这是当时所受的伤是左下巴跟左颈部，遭对方一手划伤。许姓男子酒驾又打警察，被以公共危险罪和妨害公务罪法办。这下妻子没再到，自己先进了警局。三立新闻吕燕、吕一传花莲采访报道。